看直播的各位宝宝们，你们可以同步对比一下别家的工作量，再看看我们这儿的工作量啊，全网最低性价比的工作就在我们家了。对，我们家有老板直播间。哎，平时一天的工资我们给到你的是这么多工作量，对不对？今天在潘总直播间我再送你那么多的工作量，我还送你那么多的工作量，不仅如此，额外给到你三份方案，这一张给我。同样的这个工作，你在外面的正规大公司一个月怎么着得开你这个数要吧，1万要吧，2万也有的。今天在帕总直播间我一个月开你3000。哇，这个我作证啊，别的地方找不到的，只有这有。全市场最低价的工作啊，就在我们公司了。哪里都找不到了。没有的没有的，保价保价保价到你35岁。哇，35岁之前一分钱都不会找你。保价呀朋友们，保价呀。哎，老板，有人问有餐补、车补、住房补贴吗？没有啊，我不管外面的公司是什么样的，在我们这里说好给你3000就是给你3000，没有任何的附加费用，一分钱都不会多给你，好吧，这个你绝对放心。嗯，哎，而且我们老板今天还有福利相送。对，今天每一个在我们直播间抢到工作的宝宝们，我们还将送出额外的福利哦，每个周末的居家办公。哇，还有每周至少一天晚上10点以后下班。哇，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啊。哎呀，50页的 PPT 会不会做？会做。年度报表能不能干？能干。50度的酒能不能陪客户？能。现在公司都不容易啊，能有入职名额就已经不错了。没错。不要纠结给不给工资了，好吧？不要工资。来，我们现在拍下48小时内入职。来，3、2、1，来拍下上岗。工资好少啊，哪里少了？不要睁着眼睛乱说，好不好？我们10年前就是这个工资了，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3000的。划算的3000，够用吗？失眠可以做吗？可以做的，这份工作非常适合失眠的人来做，你随便想做到几点都可以的啊。会加钱吗？不加钱的。这个你可以绝对信任我，一分钱都不会多加给你啊。嗯，没拿到过。来，咱们在职的员工宝宝们点亮一下员工灯牌啊，分享一下咱们直播间。今天呢，我们针对公司群的宝宝们，咱们每分钟揪一位同事送出工作福袋，好不好？每一个福袋里面都有精美的工作内容，你 Excel、PPT、出差、对客户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应有尽有，好不好？咱们员工宝宝们快点亮一下啊！点亮一下啊！我们的工作啊，说好12个小时工作就是12个小时工作，不含一滴水的，绝对做到无水上班啊！什么摸鱼划水，在我们公司绝对是不允许的，那不可能的。这些工作什么时候可以做？都可以做呀，只要你老板找你，你就可以做。老板不找你，你也可以做。哎，对，哎，吃饭的时候可以做吧？可以的。哎，休假的时候也可以做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找你绝对是不挑时间、不挑地点的啊。嗯。孕妇可以做吗？不可以哈。孕妇，然后心思敏敏的啊，体质弱弱的，这些都不建议做啊。不建议。35岁以上可以做，这个看情况了。哎，如果你有在大厂工作到这个 P8以上经验的，是有可能做的。嗯，医保社保有吧？这个当然有的，有，而且都是按照最低标准上的。是最低，但是随时可以断的啊，这个你绝对放心。除了刚进直播间的宝宝们，咱们现在在职的员工宝宝们都还在吧？还在。加班累不累啊？不累。想不想下班？不想。咱们想下班的宝宝们，评论一下“好想下班”4个字好不好？哎，5、4、3、2、1，截屏。哦，恭喜商务部门的 Teresa 获得2天去3个城市出差的名额。10:45啊，我在这里陪大家加班到11点，11点之后我离开公司，我的小助手继续陪大家加班，好不好？好。5号链接拍下直接进试用期啊。我们今天每个链接的岗位全部送120天，120天的免费试工，120天之内我们如果不满意，你直接离职，好吧？我们不会收你一分钱，这些我们全都帮大家想到了啊，没问题的。良心了，良心，江总良心，什么时候可以转正？这样你去仲裁，我们就转正。